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文娱新天地，我是主持人立新。来看今天的头条消息，继蛋饺肉丝之后，追光哥哥杜淳又一次因为跳舞成为了热点了。不仅大家对于他的舞蹈表现是褒贬不一，就连他自己也开始自我怀疑了。顶胯不带停，在本周最新播出的《追光吧哥哥》中，处于禁言组的杜淳努力用一段机械舞自救。还算可以，还算不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和鼓舞吧，能够让自己从禁言组走到了公演组，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吧，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很满足了。万万没想到，这段让杜淳自我满意的舞蹈却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而杜淳也开始自我怀疑，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与朋友们的互动更是扎心。我要灵魂发问，到底是动作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知道了，肯定是动作。我觉得您对自己认识的不够清楚，你让动作变成了问题，进而我劝你善良。这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上一次哥哥舞台上，杜淳版的情人就让蛋饺肉丝出了圈，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唱啊跳啊的却走出了一条喜剧道路。天哪，你轻轻地勾吻我，疯狂体会气氛开始升温，先有迷人 I really wanna dance the 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其实学表演的杜淳，母亲是一位舞蹈演员，自己也曾立志长大要当舞蹈演员，并且从小有专业的民族舞学习经历。不过自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之后，他与舞蹈也就渐行渐远了。你是舞蹈专业出身啊，别忘了学过舞蹈的呀。曾经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20多年了，我连腿都没动过一下，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跳舞的曾经的舞蹈男演员。这次再把基本功捡起来，并且解锁了不少新的舞蹈技能，从竞赛组走出来，继续接下来的表演，杜淳的努力一样值得被看见。记者陈湘云编辑报道。由吴谨言、樱桃主演的电视剧《正青春》正在东方卫视热播，最近两位主创齐齐亮相上海为新剧吆喝。我是在《正青春》里面演了一个职场新人张小鱼，代表了一帮就是不惧挑战的九五后吧。我相信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会在这部戏里面，看到你们自己身上的影子。哦，每天早上9点黄金曼特宁黑咖啡，下午3点真山小种红茶，每周二一根胡萝卜，每周四生菜不加沙拉酱，每周二四轻断食。还有，我有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每周一早上8点前，中国区销售业绩报表、华东区销售业绩报表、代理商经销商库销比、新老客户贡献率、品牌支持率，还有售罄率，这些我是以什么格式发到林总的邮箱呢？在这部女性职场大戏里，吴谨言饰演的张小鱼是职场菜鸟的代表，在她一路打怪升级的过程中逐渐成长，最终成就自我。我觉得相似度还是蛮高的，就是认准的事都不会服输，想要追求的就会坚持到底。在选角上，导演绝对独具慧眼，除了吴谨言和张小鱼性格高度重合之外，另一位女主角樱桃也和她扮演的销售女高管林瑞有很多相似之处。她是一个非常不认输的这么一个女性，在她的工作上面，她对自己非常的有要求，很多地方其实还蛮像我自己的，就是对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工作是比较的
较劲或者是不太认输的。林睿在职场是锋芒毕露的那种类型，不过他的实力也配得上他的霸气。用最时髦的话说，林睿堪称完美打工人。面对初来乍到的空降竞争者方静，他就先来了个下马威。你是华东区的老人，上海我初来乍到，以后有事还请多提点。我也听说方总打单特别厉害，没想到上课也很厉害。不过关于业务能力这一块儿，我的人我习惯自己教。面对差点被抢走的客户，林睿也略施小计，力挽狂澜。林总，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春天百货的林总，这位是 Caris 的汪总。汪总刚刚到上海，我估计你们还没来得及见。你好。你好。这么巧。对啊，好巧。老板压根就没有想跟 Caris 合作，刚才我们碰见方静跟林芝也绝不是偶然。记住了，答案只有一个，强者永远是首选。面对蛮横不讲理的经销商，林睿有胆有谋，不卑不亢。你就是用这种态度跟经销商说话的是吧？王磊已经在一个月之前就请你去对接，一直没有动静，就是因为阳光城不给你装修补贴。两头要钱，生意不要太好做。这哪个行业没点规则呀？我就是想做大温州的蛋糕，不是想取代你。有好的资源，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条件只有一个，配合我的管理。最牛的是，在与老板理念不合的时候，他也善于思考，据理力争。这样的下属，哪个老板会不爱呢？代理商集体抗议，是四家代理商，这次是四家，下次呢？抱歉，老板，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处理好。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向你保证，我可以处理好。三天，两天时间完成。我有时候在想，什么是你林睿完不成？谢谢老板。虽然脾气性格上和林睿有着共通点，但是樱桃也坦言隔行如隔山，要演好这个角色并非毫无难度。对于林睿所在的化妆品领域，他就对很多专有名词一无所知。其实我对有一些什么种草啊什么，我原来都是不太理解什么意思。 对然后但他所有的话都是这样子的。你要去适应他的语境。更难的是，各项专业白领技能樱桃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您之前自己做过 PPT 吗？我连发个照片都不会，我觉得你让我做 PPT 简直是太为难我了。所以我们其实有一场戏是我要介绍，然后整个项目的流程，然后要跟那个国外的老总，然后国内来的副总，然后我身边我的劲敌，我的对手，好几方的交流，然后还有介绍我的这个方案。其实那场戏是蛮考验我的。如果说日常勾心斗角还能演出来，那么专业部分就要靠过硬的台词功底。在一项项目阐述的戏份里，樱桃就用他的专业演绎了林睿的专业。大概在剧本上他有六页纸，六页纸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大概你就把这个词儿读下来需要十分钟。你是这样念，需要十分钟，然后它大概是分成了四五场戏吧，演员的压力会小一点。但是我后来就跟导演商量，因为我觉得他这样分开拍，其实情绪上是很容易断掉的。所以我就挑战了一下自己，就希望我一口气把这几页纸的戏演完。对角色的严谨造就了樱桃在表演上的大满贯。这些年来，他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女性角色也都让人印象深刻。这次的林睿又是全新的一个。除了工作中的强悍能干，林睿生活中的孤独逞强的一面也呈现在观众面前。樱桃也想通过这一个个饱满的鲜活的女性形象，表达出现代女性的困境和她们面对困境的顽强生命力。我其实是在试着跟观众分享，就是分享每一种类型的女性，每一种境遇的女性，她们会有什么样的状态，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自己，从一个
坑里头刨出来，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我怎么解决它？记者李培志，上海采访报道。电视剧《正青春》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精彩剧情让我们抢先来看。我要想一下，吴东江，小鱼，我跟你说过的，我们两个不合适。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强扭的瓜不甜。你吃错药了吧你？你自己满口胡话，心里没点数吗？这个人你看到了吗？比你帅吧？比你高吧？比你看着顺眼吧？比你纯洁很多吧？比你好，比你优秀，各方面都比你强，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就这样的，他追了我一年半，我走到哪他追到哪，我都懒得搭理他。不过我在最后奉劝你一句啊，你这个脚踏两只船、三只船的破毛病，你得改。以后少骗那些眼下的女孩。张小鱼爱情受挫，可是在事业上也没顺风顺水，就连自己的老板林瑞也差点被他连累。直营的事情抓紧推进，还有方静那边最近在干什么？直营三四线城市我策划了很久，我知道这会让各地区的经销商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甚至苏总也会怀疑我的动机。我们 SW 旗下有100多家代理商，他们才是我们 SW 的根基，动了这些根基，一切都是浮云。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上，我的选择是他们。老板发展直营不是非此即彼，是兼容并蓄。兼容并蓄，我会说服他们的。JK，你跟了我这么久，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是一个不会轻易跟下属发脾气的人，但是特别是对你，现在是我们的关键时刻，你应该帮我的忙，而不是给我添乱。抱歉，老板。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处理好，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向你保证，我可以处理好。张总，怎么知道这个方案的？哦，今天上午我在消防通道练习演讲，方总就站在门口，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说明天要过会，我还就是说，他知道这个方案，明天我们要过会。是啊。动心眼动到我头上了。方秀才，国际知名品牌 SW 深陷诚信危机。今天下午在怡米旗舰店母亲节大抽冰活动中，但是消费者发现赠品盒中青春水漾系列竟然还有一个月就过期。JK， 我给你24小时，搞定一切。我知道，这是我的失误，我来承担后果。好啊，我一个季度的奖金你爸赔得起 ，SW 的品牌声誉呢？他赔得起吗？对不起。哎，我不想听对不起。我请你走人。张小鱼能留下吗？林瑞的处境会不会更加艰难呢？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正青春》。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娱新天地，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欢乐传媒联合打造的全新喜剧厂牌喜剧者联盟揭牌仪式，即原创青春喜剧《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新闻发布会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龙正式召开。喜剧者联盟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欢乐传媒联合打造，由著名话剧影视导演、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导演何念担任艺术总监，旨在以本土化原创喜剧作品为核心，聚焦优质喜剧内容，制作成熟的线下喜剧作品，为观众提供有品质、有品格的喜剧体验。像徐峥啊、沈腾啊，包括雷佳音、郭京飞，他们都是从这个剧院或者是从舞台成长出来的。所以我跟就是董总，我们一块来合作这个喜剧者联盟，其实的初心还是要多培养喜剧演员，就把喜剧创作者从剧场的这个平台推到更好的一个空间上来，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记者陈湘云采访报道。
好的，今天的文娱新天地就是这样，我是李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